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胜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， 我们今天把我们的 Minecraft 玩过来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兔子雾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常的羽毛。转一下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。我没有办法开场了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张地图，它叫做 Death Run 死亡跑酷。那我们在今天开始之前，我不行了，好奇怪，不行，我没有办法拍影片。这个好像超奇怪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在开始之前呢，安装了一个很可爱的模组。这个模组啊，我不知道要不要一直长期的用它。如果宝宝喜欢的话，告诉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就时不时的就把这个模组安装回来，然后玩玩看。那今天呢，除了这个模组之外，它只是一个正常的死亡跑酷啦。在上一集啊，我们的死亡跑酷大受宝宝的喜爱。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呢，如果有猫脏，如果宝宝喜欢，我们一起玩死亡跑酷。如果爸爸喜欢我们一起玩死亡跑酷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4444个喜欢。那今天除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之外啊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要不要平常再出现这个 mod， 而且这个 mod 很可爱，它可以做一些小动作，有没有看到路变成桑比路，好萌好萌啊！然后无锡在跳舞，他只要按键盘上面的一些键就可以做出一些可爱的动作。你看，可以坐下，羽毛你坐下，羽毛你坐下，我看一下你坐下。那我们这一次死亡跑酷啊，增加一点小小的规则，不要动啊，羽毛。这一次的死亡跑酷增加一点小小的规则，这一次的规则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死亡跑酷有分一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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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那我们在上一次玩的时候，有 Bob 在底下留了一个还蛮好的建议，就是说为什么不跑完一小区之后，等所有人到那一区之后再继续，这样子杀手啊就不会有忙不过来的状况，好不好？那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有一个大箭头，我的视野变小了，这样会不会影响到跑酷能力？羽毛现在很高吗？我超高的。好了，准备喽，3 2 1 go go， 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谁会是杀手？谁会是杀手？我不是杀手，谁是杀手？是我吗？我已经是杀手，你往上面逃！怎么了？你是凋零兔，好可爱哦！哎呀，所以我是怎样吗？你可以你有玩过就是死亡跑酷吗？你可以开启机关，然后那个机关有 CD 时间 ，OK。对，它东西会消失，然后你要想办法把我们害死。那如果啊，你把我们大家都害死的话，就可以得一分。但是如果没有幸存者通过的话，就得三分好了。这一次的规则好了吗？好了，就准备走喽。看起来像是红社会，难不倒我的。哇，视野变好矮哦！我够了，好可爱哦！奇怪的感觉，只能触发一次。好，你看羽毛的头，好难跳哦。悟星爸爸是先给我们看陷阱是什么样子吗？哎呀，你要想办法等我们进去的时候啊，然后触发陷阱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把我们绑在里面。然后他这个不晓得持续多久呢？五、他每个地方都有 CD， 所以你要啊 ，no！ 一箭双雕吗？羽毛，只剩下我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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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可恶，快跑，来，快跑！哇，哇！哦，岩浆，好吧，没了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快点快点，我就，走旁边就好了嘛，这可以走吗？不行啊，旁边上不去。好，嘿，跟我这个生存老手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你没有按啊？哇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好痛哦。好巨，前面是终点线吗？不会吧，第一场，哇！你怎么还没有按？陷阱在长什么样子啊？哇！他会左右颠倒啦，好难啊！哎，这个很难呢。杀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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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？杀手是谁？杀手喽！杀手是我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哇！一下，看怎么按呢？哦 ，OK， 这样子按。小心，小心！他 CD 多久啊？我不知道灰熊，灰熊，没事没事。等你，大家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往前面的关卡冒险？不然我一个人觉得挺孤。哇！哇！不愧是长腿叔叔。哇！一跨就跨过去了。长腿叔叔羽毛啊！
我要看完了，还是我会影响到那个视线？干嘛？为什么？哦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为什么？错啊！哎呀，哇啊！路都没有上当，我偷渡过去了。啊！你怎么偷渡过去？为什么？我在干啥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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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快点，我还有救，我还有救，快点！解除了没？哇，解除了！我好强啊！为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刚才那个，刚才死的那个。哦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竟然，给他偷过来。哎，长腿叔叔，还有兔子乌星，你们什么时候来？陪你们过去。快一点，不要拖台前的啦。哎，乌星，盯住有办法吗？盯住有办法吗？盯住没有办法。哇！羽毛快一点啊！来了来了，嘿，小，这个是什么？差不多该你去了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你按下去就知道啦。你很想知道吗？那你可以先试试按看啊。对对对，先试着按下去嘛。没事没事，他应该是在中间的时候才会被射死。哇，没事，像海啸。碎了碎了，再来，嘿，这里关。哇哦！哇！长腿叔叔，哇！我看得到你的血量哎，17滴血，最后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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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冲啊！冲！没有办法了，冲！呵，这个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打雷！羽毛贡献，贡献，贡献啊！我旁边重头，羽毛太高，没办法。我这家伙我没事啊！哎，这样打不死啊！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哇，一半血，最后一个机会，羽毛都是我在 juke 喽。换你走了吧，长腿叔叔，去吧，我来，去，快一点，嘿，去，去，过关，我这，嘿，嘿，嘿，哎，死下，我警察会跑回来，你来了，杀手，谁比较心机呢？嘿，哇，哦，第一个没中，可以了，第二个。第二个我至少要抓三只下，哇！乌星，刚过来了，乌星回下来了，乌星回下来了，是哦是哦，应该会烧死吧？但是你们能够等下一关吧？过去，好，来，阿神，乌星疯，乌星，乌星，你的脚露出来了，你的脚露出来了，等一下，你还没有事吧？哇，哇，好强哦！路还剩几滴血？路还剩几滴血？哈哈，警察！羽毛冲吧！哦，羽毛剩下我跟你哦。羽毛不能蹲啊！确实，太高，确实没有屁用啊！确实，有点高哎，是有点高哦。King 啊 ，King 啊，太阳要下山了！太阳要下山了！哇，16滴血！最后一个！哇，可以耍心机啦！这很难呢！啊！滚！啊！抓到你啦！最后一个！我不该动的！哇！幸存者给力一点啊！啊！又是我来哟！哎呦喂呀！我阿神每次都抽这么快不行了！哎呦喂呀！嘿，小。呀，呵，各位，长腿叔叔，我们需要你。长腿叔叔，我们需要你。叔叔来了，长腿叔叔冲啊！叔叔去啊！这个位，叔叔快去啊！叔叔跑啊！叔叔跑啊！出来，跑起来！叔叔可以！叔叔好强啊！这一关可不可以？真的吗？你认真吗？因为真的太容易死了。哇！木星爸爸，三个人一起过炸弹关啊！我第一关有贡献，那个羽毛第二关有贡献，滑水路，不要滑水路，死得好凄惨啊！我就可是公仔，死得好凄惨哦，路有机会哦，长腿羽毛，哎呀，可以验不到我，我长腿，我可能长，哇哇，很会救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
E。好，哦哟，有的，都还没倒数完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打雷嘛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，打雷很难诶。一、二、三，哇哦 ，Sorry， 这个我可以慢慢等，没关系。一、二、三，哎呦哎呦，哇，变形。你捡什么屁用啊！哇，痛！哇哦，没事哎，没事哎，这个来了来了，我们一起跳，你有机会。这里我们一起跳，你有机会。一起跳，一起跳，一起跳喽！准备喽，一、二、三，跳！喂！哎呦，没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老哭了，等一下，这样子代表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过。羽毛一起奔向终点，真的过了吗？应该是吧，一起踩一二踩，哇，过了！可是为什么没有传送？是我的吗？来了，哇！你们杀我！打五星，什么？五星！太远了，五星回来，受死吧！那我就在看两个小人在那边玩呢。回来，回来，可以逃吗？没有，我们都通关了。小孩乖一点啊！回来啊！我什么地方有见到？给你点机会，给你点机会。来哦，来哦，等一下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多剑？一二三，冲！哇！加赛加赛加赛！你们是谁？不是假赛，是假赛。我是杜鱼神，你是谁？杜鱼心，都不认识。你是杜鱼毛。我们来玩一个杜鱼视角的好不好？好矮哦，好矮哦，矮底下，好可爱哦。好像蟑螂哦。我是什么？屁啊！是我玩的。谁是死神？是跳过去吗？看不到啦。要你是死神啊？啊！太难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羽毛按了没？按了，按了，可恶！我这怎么玩啦？太矮了，要过来了。路在哪？路已经跑到第三关了啦！第三关了，快冲，快冲，快冲！他跑到第四关了，羽毛你很慢哎！我不知道，继续冲路，路继续冲，第五关。哇！路要到底线了，路要到终点。哇！不要。那个地方慢一点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还在打雷那个地方，快快快快快，那个地方左跳右跳 ，OK OK， 冲啦！我看不到对决，哎，也按不到，哎，哇，最后一个，差最后一个，好可爱，好难，天哪，好难哦。冲啦！哎呦，这次大家活的比较多哦。哎，冲冲冲！哎哎，炸药什么的，我才不相信你会炸到我。我才不相信。好可爱哦！哎哎哎，好可爱哦！哎哎哎，哎，我过来的。哇！我怎么没看到？我来分析。哎哎哎哎。哎哎，五星走！哇哇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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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岩浆冲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好萌哦！顺利顺利，岩浆哦，岩浆岩浆岩浆，嘿，看不到看不到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跳跳，哇哇哇！小心。还可以传血，可以，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，打到了哦，回血，好，打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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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交给你们了，慢慢走，打雷，你们在哪里？等一下，哇，哇，最后一关了，各位，全员通关，全员通关了，哇，等一下，过了吗？等一下，真的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西瓜，路，你能呢？哇，我去了，羽毛，羽毛，羽毛，你要去哪？跑跑去，羽毛回来啊！快跑！我爷爷，你要跑去哪？跑去哪了？跑走了。哇哇！哇，那个故意赛跑啊！哎，
在哪在哪？我今天的死亡跑酷咱们该到这里。喜欢我们会喜欢死亡跑酷这个系列，还有几张有趣的地图啊！如果宝宝们喜欢这个系列啊，想看到我们用这个可爱的模组玩死亡跑酷，Hello！ 圈圈啊！想看到更多更多可爱的转圈圈的酷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4444个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